哦，速度不够，要等那个九太长大点。五太长大点，我操！哎，我靠！我感觉带征服者的话，这把，我可以像小学生一样。这不是事实吗？一下小，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天天说你牛逼了什么。稳住，不带风暴聚集了吗？现在这把再说啊。回进个计划。其实打不过主播还是玩家的话，应该还是会带。不然他打不了，他打不了可以，不能让他点那两下，他点那两下半血就没了，可以消耗他们。我去消耗他，我点他的头。来看我是要憋这个装备的。他妈头！你没放眼吗？他们也去。他很多装备都是不平滑的，知道吧？ 那应该红开了，就是你要做的狂风，就是点我两下偷我的钱，不好意思不给，我还要 Q 你，点一个经济上的，再补兵，红刀补兵，刀消耗，再 Q 一下，中了，哇，走法呀，哇，加速。 他一号拉一下，中路中路中路，拉一起，丢一下。哎，我操！他把我顶开了，要去死！这难开的呀，我没给眼，我不知道你给个眼吗？没有，你没差呀。你哪说让我给眼了？你看录像啊！你看录像，我没说我死妈了，操你奶奶！主要是过了还也没用啊，你他妈抬呀！不躲啊，这个。定住了，定住了，不要消耗一下，别越啊！ 打也没闪，打也没闪，打也没闪，打也没闪。啊，越的好，越的好，我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靠！我没想到你们还可以越，我就 Q 了一下就越了嘛，我还想等我下一个技能。我们穿越高的呀。我们后续就没那种东西技能。我来。啊！ 这不如的，他有惨的。不如我直接把他也死算了。没事，我来。没事，我这把这波欠亏。这不就拿下了吗？拿下，好像。也挺健康的，觉得。舒服了。那你的眼神完全不把你的家里人给堵上了。不是，你的刘海又……那你就不会绿粉吗？连人家的都不放过是吧？旁人这厉害太多。我的喜欢站出来是死的。哇，可笑死我了！怎么意思啊？这是。哎呦，好痛啊！哎，等下。没事，我们可以二打三。哎，他妈带我事儿。 来来来，追我来追我！小金也得挨揍，啊，可笑死我了！啊，听说打架都是打那些围观者的，我靠，看戏的那些东西，没有一个不挨刀的。哎，我把现在的队友点信号，如果队友来不了，我直接转绿怪刀就干了。 转不了啊，这波，我还需要A个十一下。不是，我先 A 塔，A 个十下。后面，随便打，随便打，二打三。他还，哎，那个没了。没事，我们能二打三的，这波他打不死我的。哇，哎呦，他们俩怎么传的？先推的。先推，我清剑很快，等一下。 哎，都不走，往里走位的吗？我能枪打他。小军不知道在干嘛。死了吧。打他。亚飞没皮肤，也有点不习惯啊。看到那个直播间那个草哥没有？他就是叫什么？你把线卡一下吧，他们家玩不了。 还卡线，我狂推狂吃他肚子疼，我塔都要吃完了都，我还跟他玩卡不？他线都对不了的。
他路都可以二打三了，我还跟他控制。推线比，他们其实正常的去补刀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知道吧？我操，这 AD 邀请吗？伤害这么高？哟，给的好鸡巴！我大两个，我靠！我操，他三下 A 的好快，伤害好高。 我的 AD 要求很厉害，五个头了，兄弟们。他们打野六级，好像我们打不了三个。太夸张了，这个 AD 要求。 下塔拆了吧，中塔要顶不住的。对，对面打野在看先锋。OK。妖姬怎么在下路？哇！哇操！怎么来了一个野生的妖姬啊？怎么回事？好多眼，这边三个眼。 这纳美做眼是这样子做的，我。这应该是装备经济是绝对没有。突然眼被一个扫全排掉了，我靠！如果我能先手把这个蓝切做出来，那我们下路将掌握主动权。好。他先做了鞋子，也行吧，就反正前面打架厉害一点，前面打架拉扯强。我连吃两次了，我不想吃。我这样只能吃回归线的。 陈小龙，位在这边。没抓他们，可以抓住吗？往上走了，那位往上走了，位在这边。我们往下路打，哎，小心！哎，哎，我没那么痛，蓝血就没了。我操！我被他们船长炸死了。我在这边。 没盾，他没盾。我操，还好。这他们下来了，卢轩，快走。他们没下来啊。他刚刚在下来，他刚刚都走到这里了。换了。慢点吧。我刚刚看到他们二打一要打不过我都。不是刘轩又什么不说话了呀？不是我说什么话？你搁这玩上单就可以不说话了是吧？ 跟你说了很累啊，牛逼了！不是我牛逼什么了？你傻逼吧？你现在说话是不是越来越没脑子了？哎，你们他妈下野去打架，我怎么去啊？哥们，把中拆了，先拆中，先拆。你妈你们中野让他抓妖姬，我说什么话？林兔只是想你了。不是他这说话越来越不过脑子了。 还想念他的装备，其实我说实话，他外套就是在没有说拿到很大优势的情况下，主宰系我感觉没体力去发育。哇，这妖盔怎么这么恶心啊！我定住他了，这里他妈的，干他！我狗小东西不得了了，他现在这一个妖精还能把你们四个当狗溜了。 还真能，你来就是五条，哈哈哈哈哈！还好老子没去啊，他妈的！笑死我这个小金，你真的是个人才呀，小金！我操，你妈的，你是他妈第一了，第二个自爆傻逼！他拉着我们一起当狗，我靠！牛大了，小金！我知道，我来，我回家出狂风了，小金别送了，我家一不看你，你马上就死给我看是吧？我回家做香炉了。 我靠！哎，我这什么意思啊你？
哎，魏在后面，他要锁我头，小心！哎，我在打先锋，妖姬过去了。妖姬在的，妖姬在的，退一下。哇！他妈的，杀的太晚了。哎呀，我活都活不了啊！我靠。他这个。他可还行。我感觉我不该回头，不该去看的。哇，溜了两台车，我靠！哎，为什么加油林现在没有砍了？现在砍不动了，没什么人砍了，已经砍不动了。对，我看你们最近为什么都不砍了？睡觉砍啊？不是，他那个砍是分一段一段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能一直砍。哦，速度不够，要等那个韭菜长大点。韭菜长大点，我靠！哎，我靠！感觉这个逼读过书的就是不一样。啊，阴阳会计还是有一手的小姐。我不知道怎么一段一段砍、啊，好久没看到你们砍了。睡觉砍啊，就三个人，三个男的睡觉，让那个女的一个人在那，那个女主播一个人在那砍。他们不是刚去那个岳阳钓完鱼吗？对啊。哦，这样砍啊？那不然呢？我们去了那个。当阳大龙吧，这大龙可以啊，他们双 C 都死了。大龙吧，他发明的三个男的睡觉，让那个女的一个人在那玩。我靠，太真实了！你看他一个人去砍三千个人头的时候。我们打完了，翻墙还走了呀？我也上完了，我 OK 走了。哎，放了吗？我来了，放死他！妖姬，妖姬在这。妖村在后面。妖什么？小黑子，我靠！哎，他这个不厉害啊，他前期厉害。我上次他妈对线那个用了个电刀，然后挡一击，我操，挡上了。天，我真没见到 APV 出电刀。哦、我靠 ，A 一下就是一波兵。撤了吧，都说今天先撤了。我都可以看你们，看你们，看你们，我也都行。